英国菲立亲王举殡，灵柩已经移送温莎堡圣乔治礼拜堂。教堂仪式在本港时间夜晚10点开始，全国在仪式前默哀一分钟。一众皇室成员包括英女王已抵达圣乔治礼拜堂出席仪式。送殡者无依传统着住军礼服，据报咁是为了避免哈利王子尴尬。尽管哈利王子在军队中曾经两度驻扎阿富汗，但因为脱离英国皇室，他的荣誉军衔已经被摘除，所以不符合着军服的资格。而英女王的四名子女，包括王储查理斯、安妮公主、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，和孙威廉和哈利王子，跟随灵车步往教堂。威廉和哈利并非并肩而行，中间隔着表兄彼得，而英女王就在一名侍女陪同下坐车尾随前往教堂。温莎教长主持葬礼仪式，他感谢菲立亲王对英女王的忠诚和对国家英联邦的服务。而仪式中安排了由四人组成的唱诗班在中殿演唱，他们演唱由菲立亲王挑选的乐曲。